当初设计这台车其实困难蛮多，因为我毕业展是做折叠脚踏车，但是我希望，因为一般折叠脚踏车其实都长得差不多。好，拍写拍写。对，然后都长得差不多。那我这是用圆的那个概念，对对对。然后他希望，我是希望他可以折叠成变成手推车。怎么可能？你来折看看。不相信，不相信。等一下，这是模型，就是所以不能折。对，不能折。那个图片，对，图片有，对对对，刚刚我好像有看到你这个有图有真相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你是折成像这样的推车，对对对。所以请问这个推车有什么功能吗？就是对，就是携带方便，方便收。没有，请问一下张正文，你能不能把这个再多加一个篮子，就可以推婴儿或是推菜篮？篮子在这。对，那它折之后有的放吗？有啊，就是那个圆弧啊，之后这边可能会放包包。OK， 哦，那它会折后在哪里呀？就放在这个圆弧里。而且，哇，不得了了耶！所以像通常像这样子，如果人家要买你的这个所谓的专利的话，大概是得出到几位数。现在厂商有打样了。所以现在还在打样中，对。所以这真的是有可能会量产的。对，这台本来就是要做到可以量产的话。现在也不能骑，是不是？对，现在不能骑，因为这台就是用。因为没刹车。对啊。桃子姐别心急，张正维设计的脚踏车已经有量产计划，相信不久后就可以在大街上看到了。而我们更期待他的作品也能在欧洲发扬光大，将来又是一个台湾之光了。八戒，阿门，接下来的第三位是我们扯铃高手连黄清，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要说扯铃高手，各大综艺节目可以说看都看腻了。好险连黄清，听说不只能扯铃，他还可以在表演扯铃中扯绳又扯棍，让你看不出来在扯什么。真的有这么扯吗？很多人都会扯铃哦，你要拿出一些得奖记录来。前年在美国 IJA 国际杂耍大赛，拿到扯铃组的个人第一。个人第一哇！还是 IJA 呀 ？IJA 是什么的缩写 ？International Juggler Association。哇 ，Juggler Association， 还有哦，叫个车铃 Association。Juggler， 然后也有在国际的杂技艺术节，是哪里主办的？大陆武汉。哦，你拿到？银奖。很厉害了，厉害！大陆很多人会玩这个车，这个你总共大概40多队，哇哇，都是扯铃。哦不，我们是跟所有的杂技项目一起比。哇！丢球还要跟其他的比，空中飞人啊，跳板，对对对，驯兽都有。驯兽，你要跟驯兽的比，可以一起比哦。对对对。哦，这样可以拿到银奖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那你是从小就学这个东西？我是从9岁开始。好久哦，对，刚好就是算晚啦，算晚啦。对，那时候就是看到别人在玩，觉得好奇，想玩，然后就是玩了一下，那之后就没办法。我问你，像那个你去的那个武汉，就是杂技艺术节哦，第一名是不是来自吴桥县？哦，不是，第一名是俄罗斯。啊，是俄罗斯，俄罗斯人哦。啊，他们是做那个跳板，你有看过跷跷板吗？嗯，他们是人站在顶端，另外一个人从上面跳下来，然后那个人前面那个送上去，对，没有，他就飞上去做空翻的动作。哦，那体操选手来啦，体操选手吧。对，其实他们那个还蛮危险的，因为我们在现场看，我们都觉得很紧张，替他们。哦，我们看你们也很紧张啊，因为这是世博也有这个，就是台湾的也会这个扯铃的，然后他们居然中间都是那些政要哦，然后有四个在舞台，有四个就是隔着这些人家一直丢，然后我们大家就哇很害怕这样，看你们我们也很紧张啊，所以你9岁才开始学，对，哦，那有拜师吗？就是小学的教练，那其实我们这个就是。等于说，你就算有师傅，你还是要自己一直创新，一直练。对，因为毕竟师傅不太可能会所有的招式嘛。嗯。对，那我们就是自己在学习。所以你自己也有发明一些新的，是别人不会的。对。你这用讲的会冷掉。对。来，直接扯给我们看看。欢迎连黄清的表演。帅！哎呦！哇！哎呦！稳了哦！哎！
绳子一起抛的。对啊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！哎呦，太强了！厉害厉害厉害了！好，接下来我们欢迎邓丽薇的表演。等等，他要出来耶！大学生了。